6月28号，萧敬腾微博晒出两张自拍，配文只有两个字，哈哈。照片中的萧敬腾头戴黑色鸭舌帽，一手握拳放在嘴边，对镜头呲牙笑，却眉头紧锁。此前他在直播中飙泪爆哭，倾诉担任金曲奖主持压力很大。网友见此纷纷留言，活过来了是吗？好开心，你又发自拍，又在录音了吗？帅腾腾出没，今天的自拍很耐斯。萧敬腾2018年首度主持金曲奖就独挑大梁，并在沉默三天后26号突然直播，花时间逐一感谢典礼幕前幕后给予他帮忙的所有人。直播才开始20多分钟，就忍不住在镜头前喷出眼泪，让歌迷看了非常不舍。萧敬腾表示，自接下主持后，从倒数10天起脸上就没有过笑容。他很感谢相信自己能做好工作的所有幕后人员，要感谢 NONO 在后台给予的鼓励，直说在心理上感到许多安慰，并自嘲本来就爱哭，如果再不公开释放可能就要得忧郁症了，因此很感谢粉丝温柔给予理解。